怎么又是你呀、啊？你赶紧拉我上去啊！你小点声，别把宿管一爸引过来。吵吵什么呢？这大晚上不睡觉的。一爸，哦不不，老师，我们打蟑螂的。对对对，我们消灭害虫的。好大一只！学校前一阵子不是帮你们杀过蟑螂吗？那怎么竟然还有呢？看来这工作做得不彻底啊。那我得看看。老师，那个这点小事得让他们自己处理就行了。对了，我从老家带了两瓶好酒，要不咱们一块儿尝尝？小胖子，他挺懂事儿啊。咱这宿舍卫生得讲究啊，这事儿下次再说。但你怎么在宿舍藏酒呢？我。下不为例啊！老师，走，咱喝点。愣着干嘛呢？过来帮忙！来了来了来了！你怎么又来了？原来这个窗户不是平行世界的通道啊！那我要怎样才能回到2010年？还是那个梅姐，是不是只有找到你失踪的原因，我才能回到我那个时代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会失踪。你三番五次的来骚扰我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啊？哟，老张，人鬼情未了啊，这是你上辈子的情人，这辈子来找你，还情债，命中注定啊。不，我来自未来。这么有意思的借口你都能想到，明白。腾地儿。腾什么地儿？你干嘛呀？怎么上来怎么下去啊。哎呦，不要吧。那你先牵着去。可宿管一爸在外面啊。对呀，不行啊，宿管一爸在那儿呢，我们都会被罚的。喂，你拿着小胖衣服干嘛？跟我出来。